尊敬的干事理贤康理，尊敬的中心诸位董事大德，诸位老师，诸位同学，诸位善男子善女人，大家好。今天的缘分确实是无比的殊胜，我们能够在这个中间欢聚一堂，谈谈我们这些年来心目当中所期望的两桩事情。第一个，我们希望全世界的社会能够祥和，中国人讲的和谐和睦共处，带动这个世界走向安定和平兴旺幸福美满的未来。第二桩事情，有不少人都知道，中国传统的文化给中国5000年带来的长治久安，这其中有真实的智慧方法经验和成果。在最近200年当中收获了，前100年曾国藩先生在他著述里面就常常谈到，说的人有，做的人没有了，对圣贤之道阳奉阴违。最后这100年呢，不但没有人行，那讲的人也没有了，所以特别是中国人对传统东西非常陌生，还不如外国人，外国人认识中国传统比中国人要好要深，这个原因呢，就是这100年的动乱，民国建立以来没有人讲了，所以听都听不到了。那么这个世界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的，现在整个世界是个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那孔孟学说大乘佛法真有效吗？能帮助这个世界？我们在2006年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过一次活动，这次活动是很不可思议，我们觉得那是祖宗之德了，三宝加持，让我们了解了联合国是从来不碰宗教的，认为宗教是个麻烦事情，不愿意跟宗教接触，虽不反对也不热心。那么他会在2006年发起一个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
办这么一个活动。活动的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出这问题真正是让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在这一年在汤池做了个小小的试验，这个试验成功，做成功。在早些的几年，我们参加应该有5-6次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和平会议，每一次要我做主题报告，我都把中国传统的老的概念方法经验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与会的这些朋友们听了之后都非常欢喜，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今天是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冲突，这冲突如何能化解他们这个主题是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是他们这个主题这么多年来讨论这个问题没有结果，也找不到好的方法我们有这个缘分参与这个会议将中国古老的经验提出来。可是会后呢，我们在一起吃饭，在一块聊天，谈到说法师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很欢喜，这是理想做不到这些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为什么？人没有信心佛法里说信为道源功德，信心丧失了，这是最严重的危机我们如果对古圣先贤信心丧失掉，对宗教信仰的这信心丧失掉，这个世界就没救了那真的是近代人所提出来的世界末日地球要毁灭，那真的不是这样的。那么如何树立信心现在人讲科学，科学第一个要素拿证据我们没有看到，都看到证据我们不相信，我不能接受所以逼着我们才做这么一个实验实验很辛苦我们在国外找的地方找不到，语言不成熟最后是2005年的春天我回到老家也是非常感慨70年没回去了看看家乡的父老兄弟，谈到这段事情家乡父老非常热心，地方政府领导也支持我们在家乡来办来做实验语言太殊胜了，不可思议，搞这个事情要钱要建学校就有一个居士也是马来西亚人他拿了900万美金给我，希望我给他做教育的事业正好我们在办中心，这是教育所以我就把这笔钱分作2个用途，第一个做这个伦理道德的电视剧找的尤文昌拿了
500万做这个事情，那么另外400万的时候就做投资这个东西，以后钱不够的时候，他把新加坡的房子卖掉，他回到这个韩国去了，回到韩国去了。那么这些钱卖掉这些钱，通通投资的东西，总共投资大概将近，至少我估计有600万美金，中心建成了。没想到效果是出人意料之外，不到3个月，效果卓著，人的良心唤醒，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我们的估计办这个事情应该2年到3年才能看到效果，怎么可能3-4个月就看到？真是让人感到非常惊讶，老师们也惊讶。我说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居功，谁的功劳呢？祖宗之德，三宝加持，不是人能做得出来。从这个举动是让我们产生信心，这个国家有前途，这个国家有救，也是整个世界众生有福啊，这是个转捩点呐。当时我就想到，我们如何介绍给联合国？没想到5月份，2个月之后，联合国来找我。这个机会呢，都是佛菩萨安排的。联合国找，他是找会员国，我们又不是一个会员国，他怎么会找我呢？所以当时我很怀疑，我们派了3个人到巴黎去打听一下消息，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找的是泰国，这我就明白了。泰国是世界上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就他找他，这是正确的。泰国大使推荐我，邀请我做主办单位，就我们在联合国做一次主办的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那打听确实，我们非常欢喜啊，祖宗之德啊！我们将巴黎，将这个汤池的经验，在联合国做详细报告，我们要求的是给我们8个小时，这他们就很为难。联合国的这个报告说，从来没有超过2个小时，我们要求8个小时，跟他讨价还价搞了4天，最后的时候，我说你们不答应的话，我说你们是搞假和平，你们对化解冲突、促进和平不没有诚意，说我们退出，我不参加这个活动，这样才勉强同意。打对决4个小时，所以这4个小时的报告就让蔡老师去报告，另外2位老师，一个老师2个小时，怎么还是8个小时？大会给我们3天展览，我们有个展览大厅，差不多有这个厅这么大，就将这个汤池的成果、图片、文字，做3天的展览。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我们邀请新加坡9大宗教，那10个宗教，10大宗教，进入联合国，在联合国大会堂做世界和平祈祷。这桩事情也是讨价还价搞了很久，他们怕宗教来的时候会扰乱秩序，
啊，害怕啊，我们才真正了解联合国对宗教的态度啊。与宗教联系的代表，联合国只有一个人，没有单位。斯里兰卡有个法师啊，法宝法师，第一次他来见我面，他穿的是西装，他说他是出家人。我说你为什么穿这个衣服？不方便，不方便。我们这个会议开了之后，啊，联合国认识了宗教，啊，秘书长对我们非常赞叹，啊，他说，教科文组织成立60周年，是以这一次的会议最成功，秩序好，内容好。没有丝毫这个争论呢，没这个现象，非常赞叹啊！没有想到宗教是这样和谐啊，十个宗教代表手牵着手在大会堂做祈祷啊，非常感动人啊！所以会后呢，我听说教科文组织正式成立了一个。宗教办公室啊，大家深深感到我们需要和平啊，需要和谐啊。和谐怎样才能得到？如果没有宗教团结，这个世界就没有和平啊。我这么多年来跟许多人谈这个话，我感到我一说就懂得的马哈迪长老一个人，我一讲他就懂得啊。他曾经问过我，第一次见面问我啊，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他问我说，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这问题很严肃啊啊。当时我向他老人家报告，我说你能把4桩事情做好，世界和平。他拿4桩，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是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是族群与族群；第四个宗教与宗教。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天下太平了。他听了之后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啊，表情非常严肃。最后我告诉他，我说是难，非常棘手，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从宗教下手就能做得到啊。宗教能团结，宗教能互相学习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仰宗教的人多啊？你看基督教跟天主教这是一家人，他们这两个教合起来，他的信徒，全世界信徒有21亿啊，21个亿啊。伊斯兰教有15亿，这就超过了，是全世界人口才65亿啊，那就超过了。那这个啊，其他的信徒比较多的，佛教是算一个，佛教大概有6亿人的样子啊。那么其他的是1-2亿的，有好几个，所以加起来什么是超过不信宗教的人啊？这些人团结起来，很大的力量啊！啊。现在许多国家是民主，是靠投票的，所以他需要票源啊。宗教一团结，会影响政治，会影响族群，那就能带动啊。所以马哈迪长老一听他就明白，第二天就给我写信了啊，邀请我参加他这个年尾办的这个和平论坛啊。所以这是我们要重视宗教教育，这样。
动乱的根源从哪里来？西方人少不再相信，相信科学，不相信这个宗教教育，不相信神。东方呢，我们把老祖宗丢掉，不再相信传统祖宗这些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都不相信，这是造成全世界社会动乱的根源。社会动乱，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地球要崩溃，所以许许多多灾难发生，它是连带性的。这个道理佛法里都讲得清楚，没人相信啊，宗教啊迷信啊都不相信的。可是今天量子力学这些科学家是现代尖端的科学家，他们发现所发现的这个宇宙的一些秘密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这个就证实佛法是讲的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报告，我们有理由相信20年30年之后佛教会被世界承认是全世界最高的科学不再是以宗教的态度。佛法讲什么？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科学，讲哲学，这5样东西都讲到究竟圆满中国传统文化也讲这些东西讲的不比佛法差了，这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所说，就中国古人心量大了，能包容异族文化。佛教是印度的，是异族文化，能包容，能够接受，能够认真学习。佛教文化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你是45经，你用华严经来讲，45经就是华严经了。义理浅深的，不在乎文字的，不在经典的，在乎你个人的境界。佛，如果今天讲幼稚园小朋友念的。小狗叫，小猫跳，也能讲到华严经经。这佛告诉我们，经典上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不仅是佛经，任何文字，每一个字的时候都含无量意义，一花一草一叶也含无量意义。这个被今天量子力学家证实了。正是宇宙之间在从前认为整个宇宙只有3样东西组合的，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信息，第三个是物质这3样东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没人讲清楚，一直到近代量子讲清楚物质现象。刚才有个同学给我一个资料这是爱因斯坦的老师丹麦人，现在是德国的普朗克，他已过世，他一生是研究原子的科学家。他说根据他的一生的研究，他不承认宇宙之间有任何物质，就是物质不存在。
啊，这一句话的意思跟佛法里面讲的万法皆空是一个意思啊，万法皆空，我都讲物质现象，万法皆空。哎，物质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信息啊，就是我们的念头啊，是念头累积连续产生一种幻想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像这个固体、液体这些形态不一样，波动频率不相同，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频率快的就变成液体啊，再快的变成了气体啊。我们感觉到的光当中最快的就是电磁波，光波、电磁波，通通是信息变现出来啊，信息念头啊，念头从哪里来的？一步一步追究啊，念头从哪里来的？他这个还没得到结论，从无中生有。啊，那个无中实际上讲，他们讲的是能量，啊，就叫能量产生信息，就产生意念，意念生物质现象。啊，能量呢？能量是无中生有的。啊，在佛法，我们看《望经》《华严观》，佛法讲的比较清楚。讲的比较具体，啊，宇宙的本体，这在哲学里头讲是什么？佛法讲是自性、本性，啊，本性你看不到，因为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念头，啊，所以我们用任何仪器没办法把它测出来，啊，感都感测不到。怎样你才能发现它呢？要定功。所以佛不是用仪器看到宇宙真相，它是用禅定。啊，甚深禅定里面能够感到能量从哪里来的。这阿赖耶的业相，啊，能量是自信里面本来有的。我们迷了自信，变成我们叫它做能量，啊，阿赖耶的意识，啊，这讲宇宙起源了，起源关系太重要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我们的念头不好，我们造成罪业，为什么会地球会崩溃？要把这个道理找出来。啊，我们的心地善良，这地球就坚固。啊，这些道理我们今天搞明白了之后，才晓得。极乐世界跟我们地球没两样啊，有物质现象，它是从意念产生的，念头好，念头清净，这个山河大地就非常之美，非常坚固啊，不会出问题啊。念头要不善的问题全出来了，松散了，崩溃了啊。对个人来讲是个人的身体啊，你的念头正，你身体健康，你不会生病啊。如果是杂念多、恶念多，这个人肯定生病不健康啊，他也遭罪啊。这从自身，所以佛家讲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是我们的物质环境啊。那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能够应对呀、啊、这地球上的灾难。只要人心向善啊，所以在这讲去年了啊，八月国际上有几位科学家在这个悉尼啊开了一次会议啊，我们有很多人参加，钟茂山博士也参加这个会议啊，进去报告啊，他们有这些资料送给我看。这里面有两个信息，第一个是他们的研究报告，啊，这个最新的研究报告，
跟《华严经》讲的完全一样。那我们看到非常欢喜。第二个就是应对2012的灾难，就是美国布莱登先生讲了三句话这个灾难先前不必恐惧，不必害怕，那个没有用处的，无济于事，应该切莫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断灾难可以化解，让地球会带向更好的走向。这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原理就是境随心转，是随我们自己的心转，不是人而且他提出一个数据他是全世界人口的总数大概是60亿，六十是全世界人口，人口总数1%的平方根，大概是8000。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8000人改邪归正、弃恶扬善，这个地球灾难就不会很严重，就能平安度过。所以我也常问大家，你们相信吗？60多亿人造物，8000人行善，好像不成比例啊，那太少了。能救得了这世界吗？不是，我想到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邪不胜正。”这8000人正啊，60亿人邪，8000人能帮助他。邪不胜正，那正的力量不大。这些人到哪里去找呢？宗教徒里面去找。为什么？宗教徒相信。不信宗教人造罪业，宗教徒行善，还帮助了他，还救了他。但是救了他们，他们不会感恩，还会骂你，还说你不信。这肯定我们能理解的。我们不考虑这，这救地球要紧，救地球要紧，也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减免这些灾难，是这个很重要，这是大事情，确实，如果要是真正把中国这些书读了一些，我读的不多啊，真正能够念几部书啊。你就晓得中国古圣先贤佛菩萨才来的，无是凡人呐！我就这一桩事情曾经问过李老师发现中国传统这些典籍为什么跟佛法讲的很那么样的接近，那么样的相像我说这个像老子、庄子、孔子尧舜禹汤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老师笑笑答复我：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确实，在理上讲真讲得通全世界每一个族群那些圣贤，真的都是佛菩萨化身那么在伊斯兰教的那都是真主的化身是一个意思所以圣贤他的心目当中整个宇宙是一体我们佛教讲化身，什么是化身？你什么时候承认整个宇宙是自己，
你就真的发生了。发生是这个意思，发生一切法，一切法是自己，自己心现的。你看《环严观》上讲的，心现，清净自性啊，清净自性清净，别人体一体，那才是你真正的自己啊！整个宇宙都是从它变现的，心现实啊，能变是分别执着。如果我们把分别执着放下，那就只有现没有变啊，没有变，人就长生不老了。它不起变化了吗？哎，你就永远保住。如果你是18岁，你能够放下分别执着，你活1000岁，你的形象还是18岁，它不变，它就这个道理。啊，我不会变，就是分别。哎呀，今年又多一年，我又多一岁了，老了，那就老了吗？它随着你的念头在变嘛。啊，老了时候你就想到会病嘛，啊，所以病是想来的呀。到最后一下病了要死了，死也是想来的呀。你不想，他什么都没有啊，都是你自己打妄想想出来的，啊，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我们最近在学这个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极乐世界里面只有心性，没有识别，所以极乐世界叫无量寿，它到底在此地。啊，那个地方的人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没有自我。啊，每一个人都认同整个宇宙是自己，所以叫法身菩萨。啊，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这个世界人如果真正好好学习接受这些理论，证实这些理论，证实你肯做你就证得。啊，你不肯做不肯放下你不能证得，你放下就证得。啊，所以这是懂得这个道理，应变这些灾难易如反掌，一点都不难。啊，你知道怎么造成的，怎样化解，啊，怎样来改变。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知道，他知道没有佛法这么清楚，没有佛讲的这么明白，啊，他接触了这个病人，啊，所以我们这次会议，我们学院大概派了7-8个人吧，啊，参加这个会议，啊，那我们把大乘佛法介绍给这个科学家，告诉他你们所研究的东西没有超越这个大乘经典，啊，你们现在还没超越，你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今天科学跟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在经典上，啊，希望他们能够认真的学习大乘佛法，啊，对他们呢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啊，就像汤恩比所说，佛法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啊，今天可以说大乘丰富了科学的这个研究，啊，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桩事情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啊，这世界上所有宗教能够跟科学联系的只有佛教，啊，这爱因斯坦讲过。就今天我们要帮助这个世界，啊，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需要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宗教的教育，啊，缺一不可。啊，宗教经典里面它的内容确确实实都有很丰富的伦理道德因果，教你怎样做人呐，啊！啊，现在这个社会乱了，以为我用种种自己这个想法啊，这是损人利己的方法得到了利益，其实假的，它不是人的。
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如果这个事情能成立了，那天理就没有了。啊，那真的，这个真理就没有了，违背了自然的规则。啊，一个人真正做到廉洁，没有欲望才能见到，才能做到。有欲望，欲望是无止境的膨胀，膨胀到最后毁灭。不但你毁灭，你的家毁灭，你的族群毁灭，你的国家、世界统统毁灭。反常的现象。啊，人一定要明白道理。啊，道是方法。啊，你走的这个路，途径、道路。啊，理是真理。啊，是大自然的规则，不能违背。你循着这个走，是正常、健康的。啊，你说你想要财富，现在人贪的是什么？财产名是什么？啊，佛没有叫你断绝，佛没有。啊，你可以拥有，你不能够贪婪，贪婪是罪过。啊，贪能不能得到？啊，他贪我都得到，其实错了。啊，比如说，你的命运里头。有100年的这个富禄啊，禄就指的是有你的财富啊，你能够享受100年。你不明白这个道理，我用不正常的手段啊，得到了很多钱啊，挥霍奢侈，50年就花光了。你到50岁就死了，本来你活100岁，你像50岁就把它花光了吗？中国人讲乐见人亡，啊，这是你把你自己的寿命这个代价付出。现在人干的是这个事情啊，啊，死了之后呢，堕三途，堕地狱。你想到这个时候也太可怜了，那地狱多苦啊！啊，我们在最近，我来的前几天，啊，现在附体的现象已经是很平常了，全世界都啊，鬼灵鬼附体。啊，说出了一个信息。啊，父亲，我们他们用那个小摄影机，啊，录下来，我看这个画面很痛苦，在地上打滚呐，在大叫大哭啊。啊，问他的是什么人？过去做过皇帝，而且是个好皇帝，不是坏皇帝。你怎么会做地狱呢？皇帝怎么会做地狱？皇帝造了地狱的罪业，皇帝也不行啊，也要做地狱啊。不是皇帝就不懂地狱了，那就说出来。你造的什么罪呀？杀人啊，杀的太多了。大叫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人？啊，杀人太多了。顺着两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啊！啊，换一句话说，你不正当手段，你得了罪，你将来要还钱。地狱罪受完了之后，你出来之后，你还是要还债呀、啊，占不到一丝毫便宜。啊，人在这个世界绝对没有吃亏。啊，今天吃亏被人骗了，来生可不还我，啊，还得加利息。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就很快乐啊，很自在啊，啊，骗了我，我也很高兴。
那里放一笔债务，来生那里那条生财啊，啊，决定不能害，啊，连害畜生的命都要还债，你说你麻不麻烦？啊，所以这个以前做过皇帝，吐出这两句话，在这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啊，人不能做坏事，做皇上也不行，也要得罪。啊，这是给我们信生说法。啊，为什么不用正当的方法？啊，财富从哪里来？佛说得很清楚，不是。今天为什么你发那么多财，发大财？你前生财不是多，那算命的时候，你的财库是满的。啊，我在香港这些年，早年讲经有常常来听经的陈朗先生，爱佛教的，啊，是李嘉诚的顾问。他给我讲了个故事，李嘉诚30岁到香港，他汕头人，啊，潮汕那边，到香港呢开始做生意，就碰到他，啊，后来他给他看相，给他算命，问他，你将来希望拥有多少钱财富，你就满足了。那李嘉诚告诉他，如果我能有3000万，我就满足了。这个陈老先生告诉他，他说：“你的财库啊，命的财库是慢出来的，不是慢出来。你将来是香港首富，所以李嘉诚一生都靠他，啊，一生都靠他，大小事情都向他请教。我跟李嘉诚认识，他介绍的。”啊，什么事情都向他请教，连出门都问他，都向他请教。前年过世，前年过世，这是好，他听经，啊，所以命中注定的，啊，所以从无论做什么，他因为他财富满，他有财富，无论做什么生意，别人赔本你赚钱。他就这个道理，就是过去生中财布施布施的多啊，聪明智慧法布施多，健康长寿无为布施多。所以佛教人，你修这三种布施，你这三样东西不缺乏。啊，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人给我算命，所以我的老师也很厉害，啊，知道。我财库是空空如也，跟我的发明一样净空，什么都没有。所以早年我的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啊，非常幸福，真是这一个人照顾自己，一个人都背不住。啊，所以老师教，啊，教我修财布施、法布施、如意布施。我说我一分钱都没有，这生活很困难的，我哪有钱布施？啊，这张教大师他说一毛钱，一毛钱可以，一块钱是一块钱勉强，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啊，我真干了，啊，那发布施以后学着讲经教学，啊，这是发布施。这个是聪明智慧的，啊，无为布施，因为我自己抗战期间，父亲是军人，啊，这军人是管武器，啊，我父亲是军械官，啊，中校军械管武器，你就晓得枪支就很容易，家里面长长短短的枪8支，打猎呀。啊，所以我小时候练一手好枪法，每一天至少平均打10发子弹，天天就打，
打上两三年，不上不中，不要瞄准的，这练出来的嘛。啊，所以知道学佛之后才晓得，杀生呢，这考试打了三年了，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欠的这个命债太重了，啊，所以为是以后有钱供养有钱，我就做三个事情：印经、放生、救济病苦。我一生就干了三个，啊，现在在澳洲还是，啊，澳洲我每一年，啊，有24万，啊，澳洲钱24万，不是一样，啊，跟这个，澳洲这个土巴医院，我是一个月1万，一年12万，啊，给贫穷的，啊，这个医药费。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不会生病，我生病没有医药费，医药费都不是药。所以如果说保险要有准备医药费，肯生病一定生病，要不然你不能开销啊。所以我都不是药。啊，他有个关怀中心，基督教来，啊，很开明，啊，他办这个关怀中心，临终的时候他来送终，啊，办得好。那我们佛教徒如果到那边去的话，就依佛教的这个仪式，啊，他没有这个限制，任何宗教他尊重你，临终的时候用你自己宗教的形式给你办后事，啊，办得很好。我们在外国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万一病死怎么样，啊，那医院就麻烦了，所以这个东西太好。中间人来找我，他们经费不够，我一个月补助他1万块钱，一年12万，啊，这个24万是无微不至，国报是健康查收嘛，这是真干的，那是固定的，那学校我们的是奖学金，这是法务师，啊，所以今年我们要。今年有这么一个机会，啊，联合国有个活动来找，啊，是世界宗教，和平组织，啊，今年他们第一次办这个大活动，啊，全世界在联合国做一次这个宗教和平会议，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送到全世界。啊，所以我就想到是，对每一个国家送一份礼物。啊，这份礼物呢，有一部《四库会要》，啊，这是一部大书。啊，另外的是《群书治要》20套，《国学治要》20套，另外还有2颗铜的印章。铜的印章，啊，里面的文，一个是神爱世人，和平天使；另外一个是他们所说的，啊，孔孟仁义忠实，大臣真诚慈悲，啊，看两个印章，啊，这是一份礼物，送给每一个国家的元首，我让联合国带走。那么这是把中国文化送给全世界，可是这没人念也不行啊，没人带不没办法了，所以这次来到了马来西亚，我就到马六甲，啊，有一位居士很发心送一块土地，他就送给我，我有什么用处啊？是13个acre。和中国的，78亩，和中国78亩，比我们汤池大1倍还多。汤池只有5英亩，30亩，这有78亩。我们准备在那建学校，啊，
我再站在那里想，突然想到，想到从前我在英国看这个英国欧洲的汉学士那些学同学们，啊，我跟他们交流，想到汉学，啊，汉学现在衰，在欧洲也不行，啊，所以我讲这个地方将来建学校，哎，我们换一个名称，马来西亚汉学院。那我们的期望呢，就是现在中心的老师，希望你们十年之后都是世界上真正的一流汉学家。你们人数不多，够。如果十年之后这世界上出现了十个、二十个孔子，这事情就失望了。啊，我相信你们能做到。为什么呢？我在汤池看到你，啊，必须是无果，啊，真正做到这一生的牺牲奉献，学，啊，这个汉学，汉学里面包括就是三个东西。儒学、道学、佛学，啊，在国外我去看这个欧洲汉学系，他们学的就是，啊，儒学、道学、佛学。所以我告诉他，难得外国人讲中国一口的北京话，讲得好啊。所以跟他们往来不要去翻译啊，而语言通啊，能够看中国古文，读中国古书啊。有一个学生，他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我问他，《无量寿经》汉文本汉学里头九种不同的版本，你用哪个版本？他用下联句的会记住，跟我们又不一样了，难得。另外有一位用孟子，啊，都是写博士论文，还有一位王维，唐朝时候的文学家，啊，很不很难得，啊，所以我告诉他，我说你们将来都可以作为啊名教授，啊，作为啊欧洲的汉学家，我说你们不可能像我这么自在，像我这么样潇洒。他们眼睛瞪起来，我说为什么呢？我学的跟你们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你们外国人字不是从这边念吗？啊，汉学啊，就是佛儒学、道学、佛学。我说我们中国人是从这边念的，从这边念的，这边念的是你看看啊，学佛、学儒、学道。那个不一样啊，我们这边的汉学习的时候要用中国这套，不能学外国，啊，学外国的跟他们一样，学中国的超越他们的太多了。学术就要以孔子做榜样，我这一生要学到他。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论语》字字句句能对得上。你是现代的孔子啊，你才能帮助世界，帮助这个社会。学道，老庄是榜样；学佛，释迦牟尼佛是榜样。啊，你要真学道才行啊！啊，从哪里学起呢？记住，永恒不变的这个原则就是戒定慧。啊，古往今来，啊，在佛法里面讲，
无量无边的世界，凡夫成佛，通通遵守这个原则，这是规的规律啊！啊，那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无论在家出家，必须要做到的，弟子规，儒家的根，太上感应篇道家的根，十善业道佛家的根。那出家人家还加上一个沙弥律，这四个要认真，要把它做到啊！多少时间呢？一年，顶多年，你要真正做到。你能做到，你就具备圣贤的基础，就具备成佛成菩萨的根，你再下去。啊，这个非常重要。啊，第二个条件，文字的障碍要突破。文言文，啊，文言文，过去老师教我，熟背50篇。啊，老师呢是指定我们用的课文是《国文题》。啊，熟背50篇，你就有能力阅读文言。啊，四库全书障碍没有了，你可以看了。啊，我们要加100篇，要熟背100篇，熟背100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了。啊，一个星期背1篇，2年，100篇。完成，所以这2年是扎根，有这个根就行了。啊，那么材料，古人说的话很有道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我过去看过一本书。诸子之要，啊，这本书从哪里来的？是从唐太宗《群书之要》里面最后的一部分。啊，《群书之要》50卷，《诸子之要》是最后的20卷。前一本，我就想啊，怎么这《群书之要》到哪里去找？啊，天天想。讲经的时候也提出来了，啊，这唐太宗的东西。唐太宗16岁，从军，啊，打仗，啊，以后隋朝灭亡，啊，他父亲建立了唐朝。父亲死了之后。他继承王位，27岁，唐太宗做皇帝27岁，16岁打天下，27岁做了皇帝，用什么方法来治国？啊，读书不多，这是我们的可想而知的，读书不多。他就叫魏征，下面给魏征，啊，等一下，现在讲成立一个小组，要吸取古人的这些经验方法，上从三皇五帝，下到隋朝，啊，在这几千年当中，进去，啊，历史。是历史，诸子百家，啊，在这么多书里，几千部书啊，啊，让他们去挑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些智慧、理论、方法、经验、效果，啊，他这些做参考，帮助他。治国，啊，
结果找到，总共找到65部书，从65部书里面揭露这些东西，揭露精华，总共大概50万字。这部书题名叫《群书之要》，这是治国，这些书是治国重要。这些东西现在管用，如果现在大家都学着，这个政治就不会失格贞观之治。不读书不行啊，还是要读古人的书啊。那么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居然有些人替我找，真找到了，找到给我寄来了，我一看，说如获至宝啊，而且是什么民国初年，这个是唐朝时候还没有印刷术，书都是手抄的，都是手写，所以数量一定很有限，不多啊。唐亡了之后，这书就没有了，在中国就失传了。我们知道隋唐时代，日本、韩国、越南到中国留学生很多，被日本人拿去了。在嘉庆年间，乾隆皇帝看过这书，他已经做太上皇，他王位就传给儿子，做太上皇的时候。所以司库是没有这个东西，司库没收。民国初年，大概从日本传到中国来，不超过10部，所以数量很少，知道的人不多，看的人更少。商务印书馆就把原本日本这个原本的引印了，这个制版引印了。我相信它的数量不多，顶多是1000套。那么以后排版印过一次，排版印的时候，那个版呢，就像现在口袋书一样，那个叫万有文库，倒是主要有名下的，跟万有文库的版完全相同。我们现在放大这万有文库的版，那你以前是口袋书，写小册子。所以印过2次，那么经过80年动乱、抗争、战争，又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书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得来是真正不容易所以我拿到之后，我就找世界书局，请他给我这个照相影印放大。放成这个16开，字大，看起来舒服，1万套，所以明年送给全世界国家领导人的礼物，我每一个国家的时候送20套，就把唐太宗贞观之治介绍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那么我们更重要的，将发挥真正发挥力量，就是马来西亚的汉学院。汉学院的这些老师，希望你们用心去学习，把这套书的时候详细做讲解。讲解我们用网络、用卫星向全世界播放。讲解你们要把它用白话翻译出来。白话文这种翻译版，将来再印成外国，印成这个英文，这个马来文，在电台里面广播，天天播讲，等于说全世界人都读到，都读到这个书，对这个世界有大好处。人民懂得了，人民选举投票就知道投哪一个人。做官的人知道读过了，不敢
在昧着良心做坏事，为什么呢？老百姓都支持他，你看你这老算做得对，唐太宗怎么说你又飞了。所以好处太多了，确实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啊，所以这部书会起很大作用，我们要大力点推动啊。我这次印的这个10000套，有5000套啊送给中国领导啊，我1000套送国民党，1000套送民进党，3000套送共产党。和平统一，希望和平统一。那另外一步就是如何把中国文化给复兴起来啊，这是汉学习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啊。这个汉学院两个任务，一个是帮助世界走向和平安定，另外一个传统文化在全世界复兴起来啊。这个我早年买到第一部徽要啊，我最初是买徽要，以后才买四部全书。买到这部书之后非常欢喜，那么大的一部分从哪里读起？要是一起读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时间呢，第一一世一生都读不完呢啊。所以我就找我弟弟，他在上海啊，在复旦大学教书，我说你去给我找老教授，退休的啊，教过文教历史文史的老师啊，你给我找这些人，那我们也给他一些钱，我拿了好像有5-6万人民币啊，让他们呢分开，分大家一个人分几部来看，这书里有好东西，对于我现在这个社会用得上，把它抄出来，就跟唐太宗的观念一样。我也不晓得，我就去搞这个东西，搞了2-3年，搞出来了，稿子拿给我，现在放在澳洲不能用。这个是文化水平的关系啊。所以取舍不当啊，所以就是很难，所以也很难过啊。没有想到的，古人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这是我意想不到啊。在我们出生之前8年，他们就商务印书馆刚刚那时候开张不久的时候，那有几批学者专家已经在做。啊，内容呢就是四部全书，从四部全书里头《经史子集》这部精华编成一部书，叫《过学之要》。啊，这个“治”是治学，不是政治。啊，跟唐太宗那个不一样，唐宗那个只是政治。啊，这是治学，叫《过学之要》，一共8册。啊，这么厚一册，共8册。可能呢？他是，这是我出生之前8年，他们做出来。我看他的序文，丁卯年是我出生的，啊，我出生，他那个书就弄好了。过了4年才印成书，啊，所以我4岁的时候，这书就流通出版，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民国19年的本子，80年前。有很多人告诉我，可能现在留下来只有这一部，所以这一部我也交给世界书局给我印10000套啊。这是我们学习中国传统教育汉学习的同学先读这一部书，读这一部书你对于整个四库啊有认识，你对于四库会产生感情，你会热爱它，然后以至于自己的好喜爱，以专攻哪一部啊？一门深入，长时深修，不能同时学两样啊。所以这一套东西是介绍啊，是入门的介绍，让你通通了解啊。那么将来这些书出来之后啊，应该我估计4月可以出来啊。出来之后
我们这边同学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套。这个这一点的，我们的汉学院，我会送两个套，送两个套。那么就有门可入了，否则的话不得其门而入啊！你看到1500册的书摆着，你怎么读啊？从哪里得钱？这古人的老祖宗很用心，给后人呢路都铺好了。啊，我们想的太平座，太难得了啊！所以这样子一来说，这东西就不会散失啊，不会丢失啊，尤其我们。对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我们都是。啊，那么这些书典籍，赶将来的时候，如果你们同学多，人数多，分工合作，啊，每个人十一部那个群书之要，它一共是65种，啊，一个人有一种，有很多一种像这个易经、书经这样，那个分量都很少。大概也就6、7页的样子，对对对，精华选出来啊，所以把它翻成白话，要注音、注解，要用白话翻译啊，再翻译成外国文字，对全世界流通啊。还有我们还要讲解啊，现在方便，我们有电台就没问题了。所以将来非常可能，汉学院自己有一个电台，有个卫星电台。这个国家一护持的话，这很容易做成，啊，很容易做成啊。那么对全世界教化全世界，啊，这个地方就变成这个传统文化的中心了，啊，马来西亚成全世界，啊，这个古圣先贤教化的中心。非常非常努力。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这是一桩大事，拯救社会，拯救文化，拯救地球，第一桩大事情。除这个事情，找不到另外方法来帮助这个世界，帮助地球。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认真努力啊去做啊，这个事情你们把担子担上，我帮助，我在旁边协助你啊，谢谢。那以后呢，这个国际上的事情我再不参与啊，国际上的会议的时候，现在你们年轻人都接上轨，以后你们去参加啊，我不参加，我年岁太大了，老老实实讲经。我这一部无量寿经讲完，我继续再把华严经讲完。我的话就讲到这里，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了，我再讲个小故事。2006年，我们巴黎活动完了之后，我就到伦敦啊去参观剑桥跟伦敦大学啊，跟他们汉学系的这些研究生做过2次讲演啊，跟他们的教授们在一起交流。那两位教授啊是他们的资深的老教授，也是汉学系里面的核心人物，他很关心啊，
想到他去看看，他是用自己私人观光旅游的方式到汤池住了四天，回去的时候从香港经过，正好我在香港讲经，住了两天，跟我谈了六个小时，一天三个小时，两天，他非常希望我到伦敦去办事，他把名字都想好了，当成佛学，英国的学制，像牛津跟剑桥，我估计至少有50个学院，像我们中国的书院，它是这种制度，希望我去办个书院，大成佛学，属于剑桥大学，我很感激他，我承认你看得起，剑桥是全世界排名第三，我说我不能去，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学校的制度那些框架架构，我在那里教不出学生。他说那你要怎么教法？我说我没有方法，我们老祖宗有方法。他一听耳朵就竖起来了，老祖宗有方法，什么方法？我说你因为念过三字经，三字经似乎他都会背，很熟。我说三字经前面八句话是我们老祖宗对后世就是教育最高指导原则，他念那么多年他都不知道啊，这前面八句办教育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两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你要肯定人人都是善人，本性本善，佛教的第一个理念，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不承认这个，你的佛法就学不好，你也教不好，你要晓得人人都是圣贤，人人都是佛，这是办教育的人不能没有的概念，这是你教育的目标啊。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习性？习性不善，本性善。那教育的目的是如何帮助那些习性不善的人回归本善，教育成功。教不好，学生不听话，把他开除，你教育失败了。你没教好，不是他没学好，你没教得好。所以中国古人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故事在自己，不在学生。学生哪有故事啊？这同一个理念太重要这样你才真正把中国古圣先贤东西真的接受过来真的学好才能够教好，才能发扬光大这第二句他接着是心相近，心相远。这就是为什么要办学为什么要搞教育现象就大家一样，习性要是没有教育的话，这个习性跟你本性距离越来越远，就是你越来越学坏了你守住本性，你能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你违背自信的话，你叫你是堕三途你要救这些众生，要怜悯这些众生，这众生太可怜了所以国不教心难行，怎么教呢？教之道不以专，这句话重要，在中国几千年来就用这个方法学生只能学一样，不能学两样他很惊讶，这一样那怎么教啊？就譬如论语这论语你怎么教我说学生基本的条件就是两个，我说我要你们要同意我到伦敦去办学，我招生不一定招他是研究所嘛，我不一定招硕士生什么大学毕业生我不限定这个资格，他怎么招？
我说资格是两种，一个是伦理道德，啊，就是儒释道三个根落实，他有这个德行的来接受我，啊，第二个呢，文言，啊，能读古书，文字没障碍，我就这两个条件就行，我就收这种学生。具备这两种条件，说实在话，年轻人努力一下，两年就成功了。啊，我不需要你什么中学毕业、大学毕业，不讲这个，啊，我就要这两条。啊，教书教是教学，啊，上课的时候，我让学生提供他的参考资料，他自己也提。啊，上课呢？他讲给我听，啊，比如一个小时50分钟，他讲给我听，我最后10分钟做讲评。他说：“那你这一部《论语》大概也天天上课，差不多半年就学完了。”没错，学完怎么办呢？学第二遍，二遍学完学三遍，一年学三遍，10年30遍，他就真的变成孔子了。啊，这个他不懂，真正变成孔子，他是什么都通啊！啊，这就是夫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我只学一样东西，一通一不精通，一切皆通。啊，没有学过的，没有的，你这一看就懂，一听就懂，一接触就懂。啊，不是不理自心嘛，全是心见识变的。这个道理你要懂啊！啊，所以中国印度人比欧洲人厉害得多啊！他们学一生都是学的皮毛，学的是知识啊，所以不是你们搞的是佛学、儒学、道学，是知识，不是智慧。翻过来是学佛、学儒、学道是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知识不能解决。这是我们在联合国所看到的，啊，这些专家学者大家在学，知识丰富啊，不能解决问题啊，智慧能解决问题。啊，知识解决问题还有后遗症，还一大堆麻烦，智慧没有啊。啊，现在问题是大家不认识，啊，不知道中国文化之可贵。所以我们自己讲，是人家说我们自夸自大，啊，好在他们比咱们英国人讲的，不是我们讲的，啊，这是真的，啊，这个中国儒释道真正能够救世界，啊，救国家救世界，你要不用这个东西，那个麻烦就大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心目当中就寻求能够有一个国家认同，啊，来护持这个国家领导全世界，啊，难得到这个地方来碰到，啊，我的很多想法，马哈迪赞同了，啊，马哈迪跟我讲，他最喜欢跟我谈话。所以我要告诉他，你有空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我回来跟你聊天。我们在一起就谈得非常投缘，啊，很多看法都相同，啊，他怎么，这个男就是我们年纪多大，他大我一岁，多大了，啊，都应该退休了。啊，现在看到年轻人在这边能够蓬勃的起来，这是我们最安慰的一桩事情。尤其得到你们这些啊善知识的拥护，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啊！救国家、救族群、救世界、救这个地球啊，这个重担都在你们的肩膀上。希望大家认真努力合作。啊，全心全力做这一桩事情，啊，最伟大的事情，
如果你们不想求生净土，来世都是转轮圣王。这么大人间的这个佛帝王的福报，你们已经超越了。你们不在人间，你们在天上做天王。好，今天我们就说到此地，谢谢大家。那有人？好，嗯。这边有一个问题，他提到，请问劳安师，家有老人74岁，诵无量寿经月10000部，每日诵5部，长半小时完成1部，现场站着或坐着，心中空白，能拿1小时左右不动，安静下来，但不能惊醒，一惊醒腿软，怎么办？谢谢。这个事情呢，念经如果说是半个小时念一部，我们就知道经念得很熟了啊。如果不熟的话，半个小时不可能啊，至少要1个小时啊，甚至1个小时还多一点啊。经是摄心的，它的作用是摄心的，是破迷开悟的，功夫都在佛号上啊。要劝老人佛号不能间断啊，一心一意的念佛，要真切，要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他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啊。为什么刚才先前讲这个道理，这个意念能改变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会收到效果的啊。真心真念啊，一直念下去，坐着念可以，静心也可以，都可以啊。他不能够静心，就坐着念也行啊。所以这个法门很简单，很容易啊，任何生活环境通通能适应啊。这个法门就是这样啊。尊敬的师长，那今天借此良缘，敬请净空老法师给我们进修班的学长们开示，谢谢。我讲了这么多啊。希望进修班的同学都能把我刚才讲的话听清楚、听明白啊，认真努力。希望10年之后，大家都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超过欧洲啊！将来全世界需要汉学啊，你们都可以到处教学。这一生不要去做官，也不要去经商，学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去讲学，释迦牟尼佛讲学，孔子还想求一个一官半职，怎么不行？跪着念头啊，学释迦牟尼佛，到处讲学，到处教学，啊，帮助这些这个执政的这些人啊，帮助他啊，这个化解社会问题啊，让社会走向祥和。繁荣兴旺，每个人都能过到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诸位功德就无量无边，这佛菩萨的事业啊！好，谢谢大家。师长也有个问题，这边有问，师长，小朋友听师长讲经好吗？4到6岁。4到6岁的时候。
还不适合提讲经啊。这个年龄呢，最重要的是父母，父母要带头啊。小孩在中国古礼，妇女怀孕啊，古礼上说，怀孕的时候，母亲就会想到我们自己的思想纯正啊，言行端庄，他影响胎儿，这个胎儿将来生下来的很好教养。如果我们怀孕期间当中啊，思想杂乱，妄念很多啊，那小孩家就学坏了，根就坏了，所以生下来不好教啊。那么教训了生下来之后，你看看中国古人，从出生小孩眼睛张开，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学习，在模仿，所以父母是跟他最接近的。大人在他面前起心动念，一切举止都要很谨慎合理，凡是不正的行为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让他所接触的纯净纯善，从出生到三岁的1000天扎根教育啊。这扎根教育老师是母亲啊，所以母亲是第一任老师啊。这个根扎好了啊，以后5、6岁上学的时候有老师教，老师也是给学生做榜样做示范啊。身教还是重要啊，言教其次，言教正是言教的时候13岁以后啊，他懂事啊，所以在这个之前的时候，身教比言教重要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今天所以小孩难教啊，为什么呢？现在小孩谁教？电视教，那电视里头乱七八糟，他全学坏啊。到上小学了，中国我不知道，在外国小学1年级就学电脑了，那电脑里面那肮脏东西是太多了，他什么都学坏，这个事情麻烦。所以整个社会动乱，地球灾变与这个有大关系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对家庭长辈，对于这些儿童的时候，要知道怎么样去防范啊，自己要带好样子啊，不好的东西不看，让小孩自动他可以拒绝，他可以选择，这个很重要。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师长感恩您，我是2007年来马来工作的中国北方人，作为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听到圣贤文化，我的心很难过。我想问一问您，您对中国圣贤教育有什么想法吗？他的意思可能不是说是中华文化的教育怎么会在马来西亚，甚至在中国大陆更好一点。现在商场上流行一句话，叫出口在内销。因为中国人现在都看外国人，外国人学了中国人就跟着学啊，就是外国人不学的时候中国人就不学了。所以呢，我们要想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呢，先在外国这是我刚才说过，现在外国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啊，比中国高啊。中国这个这100年当中没有人讲啊，
所以想听到的接触的都是外国，自己东西忘掉了，所以感觉到非常陌生啊，这在中国推行就很困难，所以一定啊在外国啊，文化没有国家界限，没有种族界限，也没有文，也没有这个宗教的界限啊，所以这是这个人类共同的财富啊，这是前人留下来的啊，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国古人的心胸确实啊，像佛经上所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机啊，中国人讲国家，古人讲国家很少，都讲天下，他这个虚，这个包容性大。因为师长刚才有讲到，我们要在马六甲办一个艺术汉学院。那这位同学有问到，这位同修有问到，办汉学院，请问院长应该是谁来当呢？我们还是招原班人马吧。好，原班人马。希望中学里面的老师啊，都是我们培养一流汉学的对象啊，在这个地方可以用教学相长啊，你们对于这个将来对于儒释道里面选定一部经，你们自己可以学习，同时可以讲解，一遍一遍的讲，像你们现在办这个45天的班很好啊，来自全世界的啊，他们的时间不长，很短的时间就能够你们把这些精华介绍给他啊，一批一批的，这个影响就很大啊，所以这种班的时候不要中断啊，一届的培训，将来会来自全世界每一个过去的地区的这些爱好者都会到这里。我是13届进修班的学员，请教师长，我们自己的修学基础还不够，怎样面对当地省政府的积极支持，稳步开展？谢谢师长。这个省政府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不要紧。中国，我相信这一点做好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就要推动了。中国人有好胜、好强的念头，我们总不能输给外国人。师长，还有一个问题，请问恩师上人，用不用让老人放下诵《无量寿经》，只念佛号呢？谢谢。可以，如果是年岁大的人的时候。这个70岁以上的人可以多念佛号，这个诵经、看这个听经啊、念经，它真正的作用是两个，一个是我们有怀疑、认识不清楚啊，这个经教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另外一种呢，这经教念佛之前念一部经呢，收心。是心散乱的，一部经念了，心就定下来了，那个佛号就会产生力量，它这么一个作用。如果我们心常常在定中，没有散乱啊，对于净宗法门信心肯定啊，这个愿力也切，那就不必要听经，也不必要看经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可以了啊，就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
如果都去念佛了，那脏佛、杂佛、累佛谁去干呢？念佛，所有一切工作都可以做，他不碍事。只要不是劳心啊，需要用思考的，那你佛号就是中断。不是用思考的，任何工作不碍念佛，不妨碍。师长，昨天有听到中国式讲课的时候，听到一位老师宣扬伦理道德教育的话。比如说像希特勒，他多地狱了，他的老师会跟着一起做。会听到这样的教诲，有的时候心呢很慌。怎么样一个正常的心态站在讲台上跟大众分享呢？谢谢师长。古人所说的“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个人修持跟别人不相关，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啊，染净善恶都要自己负责啊，与别人确实不相干。如果与别人能相干，佛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就不要念了，就不要学了，不行啊，一定要自己造作啊。就是在因果上讲的定律啊，个人因果，个人成道，这样才是一个真谛啊！谢谢师长。我们做三十七念时，往生牌位上只有十方法界四众弟子的冤亲债主，那些大牌位没写大众同修个人的牌位，这样可以吗？我们做新年时诵经都是用本地方言，有人告诉我们一定要用普通话，否则不但没有功德，而且还会造业，这是这样吗？请老和尚慈悲开示。这一位是北京来的代表团，问这个这些不要去考虑啊。人临终之后，在灵魂这个阶段当中，他什么都通，什么样言语他都懂啊。如果念他自己的言语，这是对他有一份亲情啊，你别的言语他都懂，确确实实更高的层次就更不必说了啊。但像花草树木啊，他什么都懂啊。江本博士做的实验你们就晓得，各种不同文字他都会看，比我们都厉害啊。各种不同的言语他都懂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分别，没执着啊。立一个大牌位，他也晓得大牌位上写的有我一份，他就去了。他一看没有我的名字，他就不去，是他自己不愿意去，不是不让他去，是他自己执着，那就没法子了。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有团体的人，我是这个团体的，我怎么会不去？没有我一份呢？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些妄想杂念自然就没有了。Thank you.